切都为你们牵着鼻子走，你给了我全部，控制了我所有，我想在人生路上自由自在的走，打算我在阳台里就得跟着你，从小到大我的所有都是你管理，现在工作恋爱也要按你说的做，按部就班的生活我真的不想过。停住，李波罗，我是80后，我想要兄弟朋友全都掉了可爱，他们都习惯看脑子不是我的菜，我想好好闯一闯，活得实实在在，天天一起吃喝玩，我不想变脑残，浪费青春浪费钱，啥也不会干，不要为我太操心，不要太为难，我的青春我做主，不会也无怨。停住，李波罗，我是80后，我想要做哪个超市啊？哪个经理啊？这单我接了，行吗？那你走啊，去吧去吧，这死马当活马医呗，快去。跟他去吧，他有能力，去吧。要办不了，你等着。哎。是这家超市吗？嗯，反正我是不好意思再进去了。东军都已经上了黑名单，沈书记倒是没吃闭门羹，可是人家提出一大堆要求，五证齐全，生鲜宰杀检疫，冷藏运输，什么储藏标准，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拿不出来啊。你要是再不进去的话，人家该下班了。我就是在这儿等他下班啊。嗯？啊什么？别看我，看那边。出来了，告诉我一声。出来出来，就那个穿花衬衣的。他呢？对。坐稳了。嗯。一会儿打死你都不能让他认出来。开的呀，啊，怎么开的车啊？干什么？王经理。啊？王经理吗？是我啊。你好。你谁啊？你好，王经理。我叫李波罗。我们公司呢有业务想跟你洽谈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？什么公司啊？那这样。明天中午我来接你，我不耽误你休息时间。明天见，我们。啊，好好好。明天见。好。李波罗。李波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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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波罗。真的受够了，小米，你这问了我一路了，我刚刚差点撞车了。我的一路，你一路一句话都没说，你到底跟他说什么？你得告诉我呀。我不想告诉你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能不能保密啊？这是我的跑山鸡，你不告诉我不是着急吗？好，你的跑山鸡。那这样吧，好吗？我们都回去准备一下，做好准备工作就可以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到底怎么准备吗？准备工作就是看好你的跑山鸡，还用准？你觉得我看得不够好？对对对对，对，你提醒我了，小米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对对对，让你的跑山鸡饿两天，我刚忘说了。你吹的是什么？
啊？这都是你出的主意啊？我跑人机饿瘦了，你赔啊？我胳膊你赔吗？饿两天就是饿两天，要不然你别卖了。听还是不听？卖还是不卖？听！可是你总得告诉我到底你是什么办法嘛？就让你的心饿两天就行了，好吗？可是我，听听，说怎么了？找我吗？哎，你们说，你们说。了解。小米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回家，好吗？不是，有什么话不能当我面说，还整得神神秘秘的。真心不能当你面说，好吗？快走吧。切，我还不爱听呢。好吗？做准备工作 ，OK。哎，我烦透他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真把他更疼死了。菠萝，说什么事？是潘律师的事。他。喂，我看你们几个人样子好像都欠你们钱一样，别闹！真被你给说中了，我们想你劝劝他。你要是劝得住他，一分钱的事儿都没有；你要是劝不住他，他得欠我们几个好几十万呢。菠萝，你看，就是这一片。我们知道潘律师的想法是好的，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不想一开始就搞这么大的风险。哎，潘律师说了，他想把这个地方都承包下来。这个地方一年的租金就是20万，我们想都不敢想。一开始吧，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潘律师是不是一时的冲动，心想他能够冷静下来，可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可是现在呢，他都跑去找赵默了。谁？赵默呀。赵默。当然了，赵默是支书啊。赵默呢，他是看中了潘律师的能力，想让他来跟我们一块儿搞这个创业园。可是，这个创业园不是他潘律师一个人的。菠萝，菠萝，菠萝，我们想你劝劝他，他是你的好兄弟，好不？菠萝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喂，你好。我想跟您咨询一下，咱们各个村派下来的创业村大，他们的贷款额度最多是多少？你要是看我不顺眼，可以直接针对我啊，不要去影响我身边的朋友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行，那我回头再打给您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哎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能不能等我打完这个电话再说？我已经等了你很多秒了，你没发现吗？你又抽哪门子风啊？好，再说一遍，你是看我不顺眼，对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说呢？你凭什么怂恿潘东军去创业呀？你明明知道他没有什么市场营销这方面的能力，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？啊，懂了，你针对我，你在报复，对吧？报复你？没错。李菠萝，你太高看自己了。我每天有多少工作，你又不是看不见。报复你，想象力可真丰富。我想象力丰富。冯小米跑山鸡的事情，你已经知道他没有商业头脑了，你还要让他去承包一个创业园，出了责任怎么办？他没有父母，只有一个70多岁的爷爷，这风险谁来承担？你告诉我，谁来承担？你吗？还是他？你就这么做领导了，对吗？你想的真周全。我告诉你，你怎么针对我，我随时奉陪。但是你要动我身边的朋友，不行，这就是原则，越过这个线。接着打你电话吧。潘律师，你可要考虑清楚啊。我考虑得很清楚了，你们的风险合同想得怎么样了？我等你们答复呢。我没问题啊，我支持你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潘律师说什么你都觉得对，你们是有感情基础啊，可我们只想看事实说话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的还真巧。李伯洛，你疯了！你要干嘛？你说呢？如果他们不告诉我，你准备瞒我多久？承包整个创业园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有病吧？这么多人在这，能不能冷静点？哎哎哎！我说你们能不能好好说呀？啊，大家都是为了创业，出发点都是好的。菠萝，你跟潘律师好好沟通一下。啊，我的确需要跟他沟通一下，谢谢你们，来。好好沟通。你要冷静。谢谢。你想干嘛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赵默忽悠你的？他派你来做的，对吗？你不要误解赵默，就算他不派我去，我也会自己申请的。我想得很清楚。怎么他忽悠完你，你还帮他在数钱？他是不是给你洗脑了？我跟你说了，跟赵默没关系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。你自己的想法，东东，咱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穿一条裤子，你认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吗？你能想出来这种？你的意思，我想不出这种宏伟的蓝图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这意思，你别误解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项目很大，你懂吗？它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，就是你要负担最后，我承担什么？我负担什么？你想说我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呗？你想说我做不了这么大的事业呗？你还是想说东东，你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律师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你不就是想说这些吗？创业是要有风险的，你要承担很多事情，没有你想象的那样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李伯罗，风险无处不在。你走大街上要注意交通安全吧，你吃坏的东西肠胃会坏吧，你的赛车那么大的风险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你要放弃呢？好，好，退一万步讲，这样一个有风险的事情，一个冒险的事情，能不能我们之间商量一下，可以吗？我跟你商量得着吗？啊，你听过我的吗？你在乎过我的想法吗？那你在乎你爷爷的感受吗？你爷爷这么大把年龄了，你万一失败，就是因为爷爷这么大把年龄，我才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。你辛辛苦苦的下乡，除了要实现秋云的梦想以外，你不也想做出点成绩给阿姨看吗？反正这坑你是跳定了，对吧？哪怕你知道赵梦是针对我，然后为了报复我，然后你仍然好，没事吧？谁要报复你啊？谁想报复你啊？啊？我已经受够了你们说我潘东军做得了这个做不了那个，我也受够了我自己一副总爱跟人说教的嘴脸，凭什么我潘东军不能像你李伯罗一样做点他妈出格的事儿呢？回来，东东，哎，倩倩，菠萝，我找你有事儿啊。对，我也特别想找你现在。哦。第一批长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比你想象的快多了。我找的项目能不好吗？我告诉你，第一批就很快能出手啊，那你们的回报就不止10倍、20倍，那有可能是100倍。贾清光，真能卖那么多钱吗？当然了，我跟厂家签的有合同，你怕什么呀？我现在怕的就是人家说咱们数量不够呢。那没问题，我们可以多种啊。哎，这个事儿都先别说出来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难道你希望全村的人都干这个，跟你抢生意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春官说的对，咱谁也别说，谁也别说，谁也别说。这个是第二批的种子。哦，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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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。来，您稍等，您稍等，您稍等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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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来，请来，请来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哎，你官人，走走走。支书，你不是说过你挺支书？这个土地确权这个事儿，我反复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相当于财富整合起来了，别人都不好。你不是说过你挺支持我的想法吗？冯军。我不是不支持你创业，但是这件事儿应该跟其他村的村大一起协商好，而不是由你一个人来承担创业园的风险。是不是菠萝跟你说什么了？跟他没关系。之前是我没有问清楚你的全部计划，那既然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全部想法，我的想法有问题吗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法非常好，但是风险也确实是太大了。
你说你这一上来就坚持自己的想法，那对其他人是不是不公平呢？创业园本来就是荷塘乡下属十几个村的试点，要是那些人不愿意呢？如果其他人不愿意，我跟你一起承担。哎呀，干嘛非要搞有风险的创业呢？冯小米也是养那么多跑山鸡，就不想想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做事情之前就应该先把后路想好。等着吧，大婶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创业的。话怎么那么多呢？挺厉害。没完了。搞一酒会啊，想发福利，直接发钱吧。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当村官之后干嘛呀？变财迷了？对，我财迷，我财迷。走吧，小二。谢谢。我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喝什么？这个吧。好。主编，总编说一会儿有惊喜，你知道吗？惊喜？不知道啊。那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先过去一下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们总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为什么要给你一个惊喜？在这样的一个酒会，专门给你一个惊喜。总编，今天的惊喜就是要感谢一个人。感谢从他进入杂志社之后另辟新径，把杂志社引领到真正时尚和引发关注点的路上。哇，虽然这在一开始是我反对的，但现在证明这条路是对的。年度最具贡献员工奖非他莫属，掌声有请张倩倩，请上台。祝贺你！我就说你很棒吧，今天很厉害。知道你很能干，恭喜！谢谢。不过今天最棒的呀，是你来陪我。我今天特意没把东军叫来，就是想听听大家的真实想法。谁先说？小米，你先说吧。从发展规模和未来前景上，反正东军的想法是说服我了，我没意见。小米，你这叫爱屋及乌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大的创意园，我们拿什么来谈发展规模？拿什么来谈未来前景？就算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贷款都集中到一块儿，付完第一年租金以后，我们就没剩什么钱了。不行，我不赞成这样冒险的创意。早知道这样，不参加联合创业也行啊，在我们村儿还像以前那样承包几亩地，每年多赚个三五万，没风险没压力，多好啊。直说，你有时间找我们谈想法，还不如直接找潘东军谈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我可不想跟他签什么风险合同，说是赔了他承担所有的贷款，难道我们就乐意看着他倒霉吗？其实我们可以各干各的创业，干上个一两年，累积些经验和钱，再走潘律师的路子也不迟啊。对，对。支书啊，
你该不会是赞同潘东君的意见吧？你现在说潘东君突然要创业了，不是他跟村官之前不是说先学习两年，累积经验，以后还是干律师的吗？是不是不靠谱？什么事情？我劝他了，但是我劝不动，他说我是瞧不起他。你觉得我是瞧不起他吗？为什么突然这么大变化呀？赵默呗，因为赵默，赵默怂恿他，他要报复我。赵默是谁呀？他为什么要报复你啊？村里新来的一个支书，看我不顺眼。看你不顺眼，对，怎么那么多人看我不顺眼？这怎么就看你不顺眼了？我怎么知道怎么看我不顺眼？看我不顺眼的人太多了，我妈妈也看我不顺眼，那现在潘东东也看我不顺眼了，成川圈所有的股东都看我不顺眼。扯远了，总之呢，就是他如果让潘东东把这个事情做了，一旦失败，间接的报复我，明白？这个账目啊，男的女的呀？当然是女的，要是男的我至于吗？哼，要不跳了，我饿了。顾哥，你刚才说赵默啊？我就是让你帮我劝劝东东，让他别贸然的去创业，不是不让他创业。真的，哎，反正他听你的，你劝劝，好吧，劝不动也劝，大不了我再想别的办法呗，帮我一忙。好。还有，有的时候呢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去为了我讨好我妈妈，没必要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你是你。你看你今天晚上多好，这就是你，做自己，好吗？其实我怕，我是为了不让你和阿姨把关系搞那么僵啊。她是我亲妈，我们能有多僵啊？你说呢？对不对？亲的。好，记住了。走吧，送你到车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看我？菠萝让你来的吧？没有。要不然咱们走走。走吧。怎么样？来。哦，是。太可怕了。啊，擦，雾盖太快了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下次开慢一点。没看，你可以吐。粉丝去了。啊。哎，你看，你先看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，感受一下，然后深呼吸，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，好多了，美不美？哎，好好山好水好地方，好好，一会儿还有更好的。哎，这边，太快了，不能这么快，我可以啊，啊。看看那边的山啊啊，看见了吧？看好，来往那儿看，那什么？
神山，哎，往下，再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神水，然后过来。哎，没想到李伯洛真把那经理鱼带过来了。哎，是啊，过来，过来啊。这是什么？鸡。哎，不是一般的鸡，学名讨山鸡，跟蜀都的那些肉鸡是不同的，有很大的区别。是吧？哎，你能看出来吗？这个东西，我看得藏。哎，我先告诉你啊，再回去，回去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山。我刚刚说过的。神山。哎，加上下面的。神水。养出来的。是神鸡。漂亮，聪明人。哎，我说我们待在这儿也太难受了吧？那这个时候你怎么不想你潘哥哥呢？关键时刻还得靠我。你能不能行啊？东君他已经上了那个经理黑名单了，他能来吗？再说了，又不是我让你来的，是你死乞白赖非要来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这还不是为你好。我谢谢你啊，小明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最近找的一个好项目，厂家包销，不愁销路，怎么样？你跟我干吧。哇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创业靠的是什么？创业靠的是头脑，商业头脑啊！只要你愿意入股，我给你1%的股份，怎么样？啊，好多呀！哎呀，我本将心向明月，我对你还不是一直都很打算。哎呀，我呢，接下来要送给你神机，但是不能白送，要让你付出一点点啊，就好像，也就是一个形式嘛。你付出，你就有回报。你付出什么呢？自己去抓，自己抓，自己抓，抓几只我送你几只。开玩笑，哎，正经的生意人是不打诳语的。那我抓100只，你送我100只、啊，送你101只。啊，这个李伯洛他怎么这样啊？他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等于拿我鸡当他人情是吧？这个怎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能不能行啊？我告诉你，好不容易把那个胖经理忽悠过来了，你还想不想把那些鸡卖出去了？他给我等着。哎，你就当促销处理了吧。呵，步伐可以啊。右手，兄弟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鸡，我说，这个鸡又飞又蹦的，不行了的呀！拜托，你怎么也得抓一只吧？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别动，像声东击西，声东击西。现在神人了，这是什么呢？你看一下啊，这种造型，你看看啊，哎，厉害厉害，是不是很丢人的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能感觉到，就是你很用心的在去抓，是啊是啊，你非常想要得到他们，我能体会到，真是。但是这是我的问题，我必须要跟你道一个歉，我觉得他们把这个鸡养的是太不像话了，一只都没有让你抓到，怎么那么能跑，那么能飞呀？怎么那么有劲儿啊？不不不不，讨厌！这样，这个鸡是无辜的嘛？无辜的吗？你这种养鸡方法，它就是这样的。这倒是。这种鸡啊，这个吃起来肯定很有嚼头的。啊，这你已经感觉到了是吧？就是它的味道。可能是这样的。对，还是要尝一下。那作为主，我一定要表示一下，我让我下面工作人员抓2只送给你，算你的。真的，啊，姑姑大咪咪的出来！啊，什么呀？叫你的你去吗？你走走吧。喂，你不去怎么行？出
快点，快点啊！首先米米达、古古达，啊，王经理，见过。怎么了？他我见过的。啊，没，你见过那个是冯小米，他是冯小米的表哥的姨妈的儿子的表妹，叫米米达，知不知道？哎，没关系，不用知道了。米米达，刚刚你们也看到了，王经理在这儿已经受苦了，逮了半天一只鸡都没有逮到。我刚已经决定了，送王经理两只鸡，要肥的，能跑的，能跳的，要活跃的，能运动的，听话的 ，OK。是累的啊啊！米达，公道母的，跟你一个性别，怎么样啊？抓！愣着干嘛？赶紧啊！哼，我就信你一次。哎，疼吗？好啊，鸡厉害，人更厉害啊！邓俊，要不是听菠萝说，我都不知道你做了这么仓促的决定。其实想创业是好事儿，但是你得想清楚啊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菠萝为什么反对我创业，现在还把你拉来当说客。难道我就得活成你们心目中的潘东军吗？还是我就得当个中规中矩的律师？其实人是会变的，倩倩，尤其是在这儿经历了地震，经历了很多工作，还有上次我们在这条路上，其实菠萝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也许是怕他和赵默之间的矛盾影响到你。不过我也奇怪，难道真的是赵默怂恿你去创业的吗？跟人家赵默没关系啊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这次下定决心，是因为我跟明珠的事点醒了我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我跟明珠的事居然能闹到要订婚的份上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自己，我太优柔寡断了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，可最后我把所有人都卷了进来，我必须要改变，我得当断则断，不该我想的人，我就不要有非分之想。东君，对不起，其实我……倩倩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问题，你跟菠萝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，我不应该太放任自己的情感。嗨，不说这个了，邓俊，那个创业园你要是有好的计划的话，那我不劝你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坚持的想法嘛。我支持你。谢谢，倩倩，谢谢你没让我放弃我自己的想法。但是这次我想靠我自己实现，我不希望你跟菠萝因为跟我是好朋友，就无条件的从财力上、物力上都帮我，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东俊，其实你不用多想的。其实有时候想想，我太不对了，我总是爱说教菠萝，说他不该干这个，不该干那个，其实都是因为我心里嫉妒他，我嫉妒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以后不会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次真的谢谢你，谢谢。号召了一大票的人众筹会，现在合同快到期回收了，你们转身就变成红果果公司了。我有那么老吗？
开玩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真不是绿宝宝公司。那你们自己看吧，营业执照、税务证明、法人资质。看清楚了吧？不是绿果果，是红果果公司。你之前签的那家什么公司，八成是个皮包公司吧？这可怎么办？大姐、老妹、美女，你们公司售楼会吗？售。那太好了，我们能买给你吗？但是我们售楼是有标准的。陈妙队，你看我们的养老芦荟，这顶个跟大仓似的，超级好。我们这个售后标准呢，就是要在每次芦荟长了2米以上。2米？啊、你们这是什么坑爹标准？你们干脆买树好了。哎，我们这有那个化肥，你可以买回家把它给催肥啊。等到它长了2米的时候，你再来找我们售后好了。要是我们这把芦荟一样，那2米，你们再变成黄果果公司怎么办？这个投资有风险，创业需谨慎嘛，对不对？骗子！骗子！慢走，不送啊！别光叫我啊，这位是王先生。王先生，来，王先生，我帮你拿吧。不走了。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。给他吧。啊，来吧，给他。王先生，来，请，来，里边请。神机呢，就要高档次。来，二位这边请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吃东西就要吃最紧急的地方。还不错吧？啊，不错。来，王总。嗯。啊。这样。您坐。哎，你坐什么地方？我坐这儿。啊。我喜欢看着对方。你坐，您先。啊，李先生，今天想吃点什么？我们不是已经自带干粮了吗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没事。那我跟他说。啊，准备一些配菜就行，比如说最好的矿泉水、野菜、奶酪、朗姆酒、干白红肉。啊，明白。那你打算怎么个吃法呢？你都会怎么做？哦，清蒸、白斩、辣子、炭烧、卤炖，还有铁板。你打算怎么个吃？你先把它放到一边。哦，好。哪种做法可以把它们的原汁原味做出来的，就要那一种。原汁原味。好，行。你就等着瞧吧，啊！李先生，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？没有了。哦，对，今天的账我刷卡。哎呀，别提什么账不账的，以后再说吧。好啊，还请稍等，二位。这种要求这辈子没见过。老婆，哎，咱们顺便谈一谈跑山鸡的事情吧。不，今天只吃，不担忧。好。贾春光，你是量什么呢？量长度呗，不到2米人家不收呀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上次你让我们种的时候，你可没这样说哦。我把家里的蔬菜大棚地都让出来种芦荟了，是你说这玩意儿又能美容又能做饮料。还厂家直销呢，不是，你们听错了，我是说如果能种到2米，那就不是这个价钱了，厂家会给双倍的。真的？啊，我没那么贪，贾春官，
你赶紧给我找人把我这些都收了吧。然后那个绿果果那公司什么时候来收啊？落袋为安，你还让我们赶紧垫第一笔钱吧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我保证肯定啊。贾村官，你说话可要算数，不然我们要找赵支书说理的。别，那个我用我的人品、人格、良心来保证，行了吧？这次肯定没问题。那公司什么时候能来啊？我现在就给公司打电话，你们先回去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啊，那行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一定啊，一定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骗子，骗子！怎么样？这神鸡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吃啊！嗯，没想到这个鸡啊，能做出这个味道啊！好吃，能就多吃一点啊。那是啊。哎，我这开会，怎么说？菠萝啊，你就让东君做一回决定吧。这中规中矩这么多年了，其实也不是没想法的人，而且他这次想法，我觉得你是劝不动还是不想劝？你就不能相信他一次啊？哼，看来他真的是中赵默的毒挺深的。哎，他做这次决定啊，不是赵默促使的，他是……你怎么现在也站在他那条战线上？怎么了呀？没事，吃，多吃一点。嗯，味儿不错吧？嗯，好极了。我在超市啊，当了这么多年的采购经理啊，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。真的，厨师好，鸡好，人更好了。尝尝这个。啊，这个。原汁原味，我不客气的啊！不用客气。啊，你也吃啊？哎，我不饿。嗯，就是饥饿。啊？不，我是说，你饿了多吃一点鸡。我，对，太好吃了。有事吗？有啊。去哪儿？啊，去约会吧。每次遇见你，心就难以平静，时刻回想着和你在一起，轻易走下去不知是何结局，还是希望一直陪着你。爱让人欢笑，也会让人哭泣，我会很珍惜所有点点滴滴。有多少开心，就有多少痛苦回忆，时间把一切都变成过去。爱像烟花，绽放时多灿烂，却像流星，消失在转瞬间。心中悄悄沉淀，能不能留下回忆片段？爱像烟花，绽放时飞满天，落在心底是深深的眷恋。这份真情就如此轻易了断，只留下回忆和我还有时间。这份真情
难道就这样了断？我和你还能不能回到从前？